任达华日前在中山遇袭，腹部和右手四只手指受伤，在中山医院做完手术之后，即刻就回到香港留院四日。华哥呢日精神饱满咁出院，仲一直多谢悉心照顾佢嘅医疗团队同埋经理人公司。多谢晒，多谢晒呢几日咁多朋友关心我嘅朋友，多谢晒你哋。咁今次呢个意外虽然系有受伤咗，咁但系咧我都会亦都即系感谢啦吓，好感谢中山嗰边嘅医护人员，又好感谢我哋香港呢边嘅医护人员，亦都好感谢。英皇公司他们悉心安排，因为在第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在中山的时候，他们中山的医务人员那边就很帮忙，即刻跟我做了很多不同的测试啊，或者其他咁样。跟着完了之后，他们也都感谢香港回到来的香港这边的医务人员，即刻就跟我在这里再检查多一次，同埋又要即系重新喺度，咁喺度等我稳定晒。咁啊，今日多谢大家嘅关心，多谢杨生，多谢英皇公司。咁最紧要嘅就多谢大家嘅关心。不过话嗰只手受伤嘅神经线仲需要啲时间先可以康复啊。咁我而家只手都要少少嘅时间去康复嘅。咁我希望可以盡快康復咗之後咧，可以繼續盡快出嚟拍翻戲咧，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拍。多謝曬你哋。